射击其实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。我的目标从来也就一个，就是奥运会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陈队长，你好，我是睿智哥的唐鑫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全程负责射击队的录制日程，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认可。射击队嘛，要拍就拍成好。 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一会儿比赛的时候，麻烦你离场。为什么？你影响我了。有蚊子。你挡我路了。陈清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唐鑫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针对他。有一种东西叫信息素。信息素，就是说，这雄性动物只要闻到了雌性动物身上散发的这种信息素，就会不由自主的靠近。我应该怎么办？快上啊！干嘛呀，陈宁？我感觉我对你有点上瘾。 喜欢他，嗯，抵抗不了吧？陈俊，我们正式交往。等这个冬天过去呢，你就要全力以赴争取奥运名额，就会一直支持你。不管经历多少困难，克服多少阻碍，我都会冲击奥运。 加油吧，陈同学！你叫唐鑫对吧？我会记住你的。